大家好，我是幸福下龙湾的主编陈家祥，为你现场报道整个越南下龙湾的另外第四天的行程，叫做鹿龙湾之旅。你看这有穿救生衣，就是我们的团员从的第一艘，李良儒，第二艘丽丽，第三艘张家姐妹花，还有第四艘，是林大哥，还有最后一艘是陈淑贞、陈淑娟的部分。那可以看到，大家带着整个越南北越非常特殊的斗笠非常原始风味的风貌的现象，长时在这个水深呢，大概是在膝盖跟腰之间的，长安码头的鹿龙湾之旅的部分非常的悠哉，非常惬意。这样的游船，像是都是属于手工划的，大概要接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。可以看看这个风光之美，哇，看一下，真的是漂亮吧，beautiful。再暂停。